好，现在我们的处长呢，想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台湾街舞到底跳的是些什么样子的东西呢？但是呢，我由于拿重的东西腰闪到了，所以请我们的特级助理阿布来 solo 一下。阿布，由师傅过来 solo 一下，快点 ，Go Baby！ 这个都是人本阿布，来，一组吧 ，Five, Six, Seven。要跳给处长看哦，加。不用了，你们要用。很弱哎，这样子比赛，阿布快点动起来，动起来，阿布动起来。Go Blink， 动起来！哦、oh, ，Funky Guitar， 哦、oh, ，变吉他，哦、oh, ，接起来，哦、oh, ，Funky Guitar， 哇，阿布 ，Five, Six, Seven, Eight， 哒哒哒哒 ，Boom, Bang, Da， 啪，阿布，你完全都没有节奏感。哈哈哈哈哈！出场可以吗？去学的时候是不是要也要付钱啊？要啊，我们就像是一般就是去学跳舞一样上课这样要付钱，是吧？你是参加班啊，还是专门拜师啊？一般一般的这样就是上课，但是也有跟老师一对一出去练习。那付费要贵。那个出去就不要，就跟老师出去玩，觉得还好。处长还满意吗？小动小好，小动一下，动啊！我们就弹吉他，弹吉他，人可多，人可多，哎，对不对？处长好厉害啊！耶！